购物袋挂满墙，缤纷多彩，他们竟然是旧衣服做的。依照旧衣服特色剪裁，再由老师傅车缝，加强提把韧性。你加个没有倒冰啊，然后加个银人哈。旧衣大变身，童装变提袋，可爱图案掩盖起毛球的缺点，还有这件改造后价值感大提升，亮片上的瑕疵早就不成问题。焕然一新了。旧衣服变新潮购物袋，妈妈好惊讶。一双儿女曾经好爱穿的衣服，如今又能继续陪伴身边。这爱惜资源的点子来自李秀兰。衣服它也是路上最大的垃圾，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的衣服做自己的袋子，鼓励大家可以留意身边一些东西，它可以继续被使用，可以继续做创新的价值。他平时在苗栗台南教导习物缝纫，这次号召妈妈志工帮民众的旧衣服施魔法。这位68岁志工就曾经是成衣工厂老板娘。有很多挑战啊，不过很好玩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志工多半都曾经从事成衣加工，一辈子的技能不止养家，更能用来守护地球。很好啊，好像资源可以再利用啊，不会说哦，一件衣服穿了只能当抹布啊。透过老师傅巧手，让旧衣服能继续闪亮，发挥价值。大爱新闻陈怡珍、萧红树台南报道。